他是那个医生是 doctor， 他和别人说，他说是 daughter 是女儿哎，啊，对不对，妈妈？是不是这样，妈妈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看，你看那个镜，拿你的镜，你看那个镜，那个，啊对，转转来一遍，好一点，可是还是要继续包，因为那个可以包这么快吗？那么快要长，要包的话会色发了的。现在啊，比这个还要红啊，它会慢慢恢复啊。对啊，是都脱皮了啦。啊，新的皮应该还是要再皮的呀，因为它现在是很脆弱的，不能碰到就完蛋了。羞耻啊！我叫他最大的时候，都跟他唱。
脚这样子，他脚是对。很厉害啊！哦，又天天带我来工作，可是我这两天妹妹还有我儿子啊，让他自己学车手，是有大腿有点动作，是还是没办法。好，像我们脚会这样走会弯，他脚膝盖还没到，好吗？一方面是他的腰力气要够，比如说我在那边训练上就会啊，你看他如果说那个动作很难，如果说觉得还行，那我就加一点重量。因为他站得很好，不想要跑步，然后他可能想这样，因为你现在走还膝盖会弯嘛，你觉得那速度 OK 吗？一开始的话，因为我觉得可以玩快一点。是啊，我把那捏起来，没能够。我特地是训练出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种有点难。肯定，因为我不知道你说你没有放松。对啊，我就说你放松，因为就是。他一开始会像，比如说，有点简单一点，比如说做到。老师呢？